小裁缝，当一个开心小裁缝，成长的过程美好的才能。呀啦啦啦，转一转一起缝一缝，穿一穿一起跳蹦蹦，彩虹般的梦，百变小裁缝。青青草原上，小衣柜的盼望，你最喜欢最漂亮。跳蹦蹦，彩虹般的梦，百变小彩虹，百变小彩虹。上集说到，灰太狼挑选的裙子让红太狼被香太狼嘲笑，红太狼生气极了，于是灰太狼抓来小工具给红太狼做裙子，可最后发现原来时尚漂亮的秘密在美羊羊身上。究竟他们会怎样对付美羊羊呢？各位小朋友们快来收看红太狼香香百合裙下集。红太狼香香百合裙下。今天的聚会，时尚之星栏目也会来采访哦。真的？所以拖把布做的裙子就别穿了。美羊羊，如果你帮我做出最时尚的裙子，我就放了你，不然的话就要你们跑上几千公里。怕了吧？美羊羊帮他吧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，那就快点动手吧，我还得赶着去聚会呢。这次我一定要成为时尚之星。可是怎么样才能做出最时尚的裙子呢？我想到了。真的吗？不过我们得出发去找香气。美羊羊他们果然在狼堡，我们快去救他们吧。等一下。我的薯片还没吃完。懒羊羊，这个时候了你还顾着吃。我的
薯片。哎呀！美羊羊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上当了！美羊羊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了。好美呀、啊！好香啊！我们就在这里收集香气吧。香气看不到，摸不着，怎么收集呀、啊？在我眼里，你会看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看，这就是香气的样子。好神奇呀、啊！现在材料有了，我们开始做裙子吧。裙子也洗好了，这条百合裙不但优雅，而且还散发出花香，穿上它一定能成为聚会的瞩目之星。这裙子是我的，原来香气是这么美，我感到身体好轻好轻啊，就像成了翅膀一样。老婆，快醒醒！小羊要跑了。什么？哎呀！不准走！你不是答应了做好裙子就放我们的吗？美羊羊，我的话你也相信吗？我们的聚会上面怎么能缺少羊肉大餐呢？你不守信用！废话少说，到里面歇一会儿去吧。老婆，今天你真漂亮，时尚之星非你莫属了。嘴巴真甜，哼！啊，小蜜蜂，拜托你了。哇哇哇！老婆，快跑啊！哎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美羊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们。喜羊羊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是小蜜蜂告诉我们的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跟过来了。谢谢你们大家了。客气什么呀？这
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喂，你该不会是不敢来了吧？谁说的？我一定到。老婆，你这个样子，还是别去了吧。不行。这裙子，这个造型，竟然用蜘蛛网做头纱，太好笑了。太郎，你这身造型实在是时尚感十足啊，真漂亮，我也要一条这样的裙子。什么？新一代的时尚之星诞生了。能给你拍几张漂亮的照片吗？当然可以，尽情的拍吧。咋知道？老婆，老婆，你看，你登上时尚之星杂志的封面了。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对，那么难看，怎么还能登上时尚之星？看来这些杂志都是胡来的。算了，反正都上了时尚之星的杂志了。老婆，原来送错了，这杂志是罪恶品味之星杂志。老婆，你得了这年度冠军。什么？无所谓的，都是冠军嘛，都值得庆祝。太郎，你让我抽洋相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的。没经过小衣橱认证的衣裳，当然没有好结果啦。最重要的是，小衣橱戏份不多，也是没好结果的原因呢。哎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要给裙子加上香气，当然要用名贵的香水。快去拿我的香水来。是的，老婆，香水在此。那还不快动手。裙子好香啊，是吧？老公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原来是小羊们的防狼喷雾。穿一穿一起放一放，穿一穿一起跳蹦蹦，彩虹般的梦百变下彩风。青青草原上小衣柜的盼望，最喜欢最漂亮最爱的地方。啦啦噜啦啦，一起放一放，穿一穿一起跳蹦蹦，彩虹蹦。